去死！老哥，咱的仇人来了，来，喝口。 这时候叫我干啥？快点吧你！来了，江豹、黑子，过来。慢点啊！咋了哥？你们俩跟抗联大部队转移。为啥呀？抓紧啊！我那是准备好了要打小日本的呢。他们对山路不熟，你们俩得把他们带出去。 我不去，来抓紧！我要跟老吴搞报仇呢。把他们转移出去更重要，只要他们成功转移，有的是报仇的机会。我这听我的，走。你倒是说两句。我。广明，哎，李板子，哎，那儿还有一箱，搬过来啊。往紧点。走吧。哎，太好了。是这样啊。 黑子和江炮他们对山里到手，由他们带路，把你们送出去。李把头，你这次得听我的，你们人手本来就不够，不能再抽出人送我们了。两个人没关系，把大部队和乡亲们转移出去，比什么都重要。李把头，别犹豫了，好了，天色不早了，赶紧上路。 咋了，江毛头？有地雷，房前有雷，往后有小鬼子，只能趟路一条路了。那等啥汤呗？你留下，我趟去。屁话！两个人一起走路宽。兄弟们！ 今天咱们可以好好的开灯婚了啊！咱们仨一起。江鹏，前面怎么了？有地雷，趴下！江鹏，黑子，你们俩别动！